这是我们的高压的管线，高压管线。那高压的管线呢，它这个每一捆呢，每一捆是100米。哦，那管线呢，总共有三种，一种是这种是 PE 的它这个管径呢，外面的管径都是统一的，哦，这个内部管径是4.0，就是 PE 的。然后它的压力呢，大概是0到60公斤。然后呢，这个就是尼龙的，尼龙的承受的压力比较高的，它的可承受压力是0到70公斤。那这个管壁呢是5.0的，内壁内是1.0。然后另外这个是比较薄，它是5.5的，它承受是5公斤。那每一捆呢，大概重量是，就是每一捆的重量大概是五点多公斤啊，接近6公斤。